里是山下养花，我是山山。最近我新弄来了一批小多肉，准备送给咱们花友来着。但是到了之后，我一看呢，觉得这个花盆也实在是太难看了，而且用它来养花呢，也实在是不太方便。那么咱们今天呢，就一起来用饮料瓶做一个花篮式的自吸花盆。各位家里正好缺花盆的花友们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咱们今天的手工小制作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呢？但是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咱们这个小花盆呢，虽然看起来比较好看比较好玩，但是咱们只能短时间的这样去养多肉，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用这种方法去养它，否则会伤害到咱们的多肉的。